大，什么事发生了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妈要来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我妈来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这么多车，哇塞，你妈是车队，哇，陆宽妈妈，哇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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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真高兴能见到你，你还这么年轻，生这么大一个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你们的车队来哦。你们家庭聚餐啊？是家庭聚餐，你们家庭聚餐是？我要工作。我们老家，恒春啊，最南端的客家村。有，他一直有讲啊，庭湖一直有讲。最南端的，我们会照顾庭湖的，这他讲。对对对对，我们会呵呵改叫狗的。对对，他煮菜给我们吃，哇，亲戚团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温馨哦，抱一下。哇！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终于有一首歌我可以加入了。对。